马上进入珊瑚螺旋了，注意安全啊！大家注意安全。杨参谋长，那玩意儿响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的血水都是雾状的，快把他拉上来。梁参谋长，老胡建到多少米了？啊！来不及减压了，快！前水就漏水了，关上山，关上山，关上山，有人听见吗？雷锋，吴老板，喂，有人吗？快上山，吴老板的前水就漏水了，快上山。谢姐，我好了，我吩咐左虎大哥的前水都进水了。啊？
你看见没有，这么大个蚌成精了，还这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高个儿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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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哎，这边，走，啊，这马上要下暴雨了，没捞够啊。你放心，无风不起浪，只要没有浪涌的话，下再大的雨对潜水周边是没有影响的。下，好，高丽，来，来来来来，我不怕，我跟你说，差不多行了啊，你这哈喇子都淌上去了，冲你没出息的样，看来你跑了这么多年的水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肥仔，你不懂啊，这东西水名叫切菊，又叫贝王，哇，长得那么大，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贝呀，它的纹理就在古树上面的鳞轮。越多代表活得越久，我看这大巨蚌在水里起码活了几千年了。几千年？这人类文明才只有几千年，他就已经活了几千年，真是让人惊叹啊。我说明叔啊，为什么管这叫白蚶呢？这白蚶又叫食人蚌，这是蛋饼的统称。食人蚌它真的吃人吗？食人蚌不吃人，只不过它的壳像锯齿，所以一旦砸了人的话，就会死死闭合。自古以来，常常蛋名被砸死，所以蛋名就给他起了个食人蚌的称号。刚才古山说，在水里头看到食人蚌，再看那一刹那，有人在里头，不会里头有人鱼吧？想得美！说不好啊，里边躺的是一个遇难的蛋名的尸骸，等着你给他收尸呢。别，同意无忌。哎呀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。人鱼，这世界上真有人鱼这种物种。哎，你记得咱们在云南的信王墓见到过黑鳞鲛人，这人鱼和鲛人是同一种生物吗？听说人鱼跟鲛人在肚脐以上都像人，下面叫像鱼，但人鱼性善不像人，而且不会出生，但鲛人就不一样，鲛人性恶，他喜欢诱捕水草来进食。还有啊，那些鲛人其实都是母的，所以才特别喜欢诱捕水手。捕水手，你看我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水手，要不也不你，你知道吗？不用怕，我只是听说而已嘛。听说那基本上就是胡说的。哎，不行，我舅公生前曾经见过一只人鱼，是他告诉我的，人鱼的价值可得万金呢。万金。要真像他说那么值钱的话，咱们这东西肯定不好啊。哎，咱公司就能开唐人街，咱开一大跨国公司。
跨国托勒斯、啊、你那里边得有人鱼才行啊，那人鱼长这样啊。哎，没说，别在这说这么热闹，那这怎么开呀、啊、这个、别急啊，我有办法。下雨了，哎，你把雨给我求下来了。来，下雨了。哟，刀不错哎。这是旧时代名首领专用的龙虎刀。听说这刀一向用来取出沙缝，锻炼其身。能够在水下搏击鳄鱼，被称为龙虎。多莲，他这跳大神的，这是开蹦前求神佑的。多莲，你懂得可真多啊！我就喜欢你这样懂得多的，知识丰富，真的啊。哎哎，开口了。要开口了，这个哎，我看不了去。飞姐，宝贝，哎，宝贝，哎，宝贝，小心，宝贝，快拿千斤顶来，快快来，来，先要开口。起来了，过来，过来扶一下。你说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哎。来了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我撑一下。哎呦啊！哇！这里边真是人鱼啊！哎，真有哎！有九天两两神灵，我雷神能活到今天，罗锅怕点鬼，真没几斤啊！就算让我一起洗，我也不扔。行，你先死掉，我先把它取出来啊！哎，别动啊！管理，去拿布来。好。真是天下无双。快点儿！你们看，这可是世界罕有啊！这曲巴在一千年前长期吸收孕育精华天地灵气，才能孕育出这个珍贵的明珠，所以吸引了无数的小人鱼游到蚌壳里头去吞住，这叫做夺丹，结果被这个巨蚌裹住，掉出性命，慢慢的被极化，形成了今天的蚌含鱼，鱼含珠，鲍含鱼，鱼含这是无价之宝啊！多灵，快！多灵，这要是比钻石值钱的话，咱别说在唐人街开公司了，咱把唐人街买下来都行啊！啊，买一唐人街啊！啊，对，哎，来，让我也摸一下。哎，别，掉了光墙就不值钱了。那这鱼拿出来，这蚌该怎么办啊？这蚌很珍贵的，拿回去也能卖很多钱了。哎，啊，别我说。爆！爆！胡姐，你疯了？哎，师傅回来了。这老爆怎么也几千年了，也算是个有灵性的物品。您要的东西都得着了，您还让他赔条性命干什么？要我说就放了、哎。都拜过鱼主了，哪有那么珍贵的东西？辛辛苦苦捞上来，你也放回去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万物休养生息，才能延绵不绝，这道理你能明白吗？人类已经站在食物链的顶端了，为了保持生态平衡，不要再过度采集了。就是给自己子孙积点福啊！哎，王兄弟，你来了正合适了。哎呀，你辛辛苦苦冒着生命危险下去捞些东西上来，现在虎嘴要把它放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单名是高天启发，我会把事情杜绝的。您说放了吧，人家说的也对，赶紧的放了啊。
这个我替您保管啊。Oh, my God.